你如果要引诱，然后投手去投一些外角球来对决，你站在打击区稍微往后退一点。有球球拉到了游击方向，传了过去，形成了安打。第三棒的林士胜回出了这场比赛蓝哥桃园队的第一支安打。随着林志胜、林鸿玉、郭彦文等人的一个归队哦，整个蓝哥的打线虽然还没有到最完整的一个境界，但是已经是比前阵子来讲了，这个整个功力有恢复了许多。这球是一个形成游击方向的穿越安打。